65岁阳性女子来到银行柜台，说要汇给自己老朋友30万元。行员经查，日前才透过网络银行汇出1笔10万元，感觉怪怪的。一问之下，当事人表示是多年好朋友，突然说自己通讯软体换新，重新加好友后，表示自己急需用钱，才用交换票据的方式来借钱。行员认为又是碰上诈骗集团，火速通报辖区警方。警察来关心你一下，他昨天。也汇了10万块出去了，用网络银行汇了10万块出去了。这个啊，他就说什么他的 LINE 换过新的，叫我去加了，我昨天就去加嘛，然后他就说他临时他要用钱。杨姓女子强调，因为声音和自己老朋友真的是一模一样，重新加好友后，对方又时常嘘寒问暖，才会听到她急需用钱就不疑有他。在远景劝说下，利用手机联络真正的庄姓老朋友，确认根本没有借钱这件事，才恍然大悟。经警方提醒，报案后可追查账户流向及其他可能潜在被害民众，杨女才愿与远景制作相关报案记录，并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关怀。提问，保住其辛苦的血汗钱。警方指出，诈骗集团透过 AI 科技测录民众接听电话的声音，包含讲话的口吻，都可以模仿成七成像。提醒民众平时可以和家人和朋友约定彼此才知道的通关密语，或是要求对方视讯来确认身份，就能够有效的破解 AI 诈骗手法。